好，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讲解，先请大家测试一下声音和图像是否清晰流畅，看得到吗？听得清楚吗？增强 OK，好，应该是，是你也听得清楚，应该是群，好，没有问题。好，那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当中了。1月30号，2018年第1025讲《专业投机原理：图形统计中的基本面逻辑的分析》。继续和大家去谈及交易当中的一些方法论。今天为大家带来讲解的投学基金交易学的，投学基金交易学院。我本人是郭海天郭，和大家一起讨论交易已经蛮久时间的。那在今天的内容当中，我们会进入到第三个，一致性的成功与事业的经营哲学。很多事物运行的过程当中，一致性是相当重要的。我想说，一致性这个词汇，它在无论是在我们交易当中、事业当中，还是为人处事当中，其实都是有它的功用在，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非常重要的准则。那从最高等级的就是。我们做人要有做人的一致性，企业运行有企业运行的一致性，交易也是包含在这种事业当中的。那在一致性当中，我们来看一致性是事业成功的经营哲学。那一致性的原则就是相信自己的交易模式啊。其实我在2017年的时候，就是阅读过蛮多书籍，也是看到很多的这些。名家大师或者企业的经营者，或是交易的先行者，或者说这些交易制胜的这些人，他们在思考事物的模式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观点就是一致性和极简啊。如果说2017年这些所有的世界上的这些主流的经营理念，或者说什么，要用一个词去。勾勒或者概述的话，我觉得是"简"字，一个化繁就简的"简"字。包括我们看到，我们在前段时间跟大家介绍的乔铁基金老大写的一本书，叫做《原则》，崇尚的是极简，就是极度真实啊，就是在为人处事和交往间极度真实的去表现。当然，我们在很多时候，在国内去谈及一些做事的方法时，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质疑是否，我需要必须要去极简啊，那在交易当中，一致性的原则就是始终坚持自己的交易模式，每一种交易模式都有自己买卖的依据。当然这句话，我们是说给那些有相当交易者听的，就是作为一个能有12年盈利经验的人来说，他总结出一个观点说，这些要坚持自己的交易模式。可是对于好多初入市场的这些投资人来说，你不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交易模式，因为你的这些交易模式是并没有经过市场检验和验证的，那或者说并没有带来一些真的能够使你盈利的方法。那在我们每次去进行课程的这些众多的同学当中，我想有些同学确实是在交易当中，有他自己的一致性的东西，确实我们同学当中是有他一致性的东西，这些一致性包括总是逆势交易。就是始终坚持逆势交易，始终抄底摸底的交易。那有些投资人就是始终重仓交易，反复爆仓。我觉得这些投资人，他们的确是做到了一点啊，始终坚持自己的交易模式和交易理念，而且在中间并不能够改变这种交易的模式或者能力。其实他陷入了一个坑，就是他把这个一致性完成在了。
他知道真正道理之前就开始做出了一致性。所以好多时候我经常和我的无论是我的学生，还有我的同事，还有我的朋友去谈及的时候，我们经常说30岁前不要建立什么自己的原则，哪怕你做一个没原则的人也可以。什么原因？就是说你们大多数在30岁之前他经历的事情太少，所谓的原则大多数都是听及他人所建立的这种原则，或者说是父辈传承下来的这些原则是否能够为己所用不知道的。所以说在这些时候上，这种类型的教育者，就是你还不能够在教育当中真正有一个人去引导你，告诉这是对的的时候，我觉得你还不需要去有一致性，除非你建立了自己教育当中的一种教育的模式。我们在课堂当中啊，就是强化班的课程当中给大家的这些交易系统都是经过实战检验的。那我每天晚间去解盘的过程中，使用这些交易模式啊，包括给大家提供交易讯号，包括说理财当中就是使得客户的资金增值，其实使用的这些方法就是这样的这些交易的方法和理念。那当你去学习这些方法和理念的时候，一致性就开始出现，或者说一致性的功能就开始出现。所以这个一致性，如果我们说一致性的原则就是相信自己的交易模式，始终坚持自己交易模式，有一个前提。这是前提啊，所以一致性在中间有，它需要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要有确定的，这个前提是确定交易模式是正确的，这个交易模式是经得起时间考验。那我们好多投资人为什么说他们坚持的那种一致性是一种把自己每次都带到坑里的一致性？因为他的一致性是坚持一些错误的概念。我们中间有好多同学在听这个课程之前，每每出现问题就栽到坑里。行情一走单边，一走单边行情就被套，一走单边行情就被套，这其实就是一种一致性，就是结果的一致性。那中间为什么会产生一致性呢？就是因为你的那种错误的交易的方法和理念，使得你在这种交易当中做错了。所以每次出现同样行情，大家都该赚钱的时候，你出现的这种状况，就正好是别人赚的钱，是你亏损的钱。所以中间的一致性的这些。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做人我觉得，很多我们在中间有很多，有非常多生活经验和生活阅历的这些投资人，今天也在现场。我觉得中间做人的一致性也值得大家去讨论。那这些年轻的这些同学，这些年轻的同学应该想想，我到底要在这种做人当中要去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一致性？这些一致性是不是他们？使用并且认知证明正确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些一致性。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一致性。第二个你不能以投资的理由买入，然后以投机的理由卖出，即便盈利，这种盈利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将会引诱你持续性的犯错，这么下去你始终无法或者相信得到一种稳定的交易模式。这种是什么？这是在说什么？我们在其实他如果说我一谈这个具象化的表现，你肯定知道，我们好多人假设我们把投资的理由去想象成为我准备用相对较长的思路去交易，相对较长的思路去交易，而投机的是用一种相对较小的思路，就是时间跨度较小，用波段的思路去交易，而前边的是投资的是长线的交易思路。那这种交易的盈利给大家举个实际的例子，给大家再举一个交易当中实际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纽币我发现今天这个衬衣，黑色的衬衣配着黑色的这个背景，就是太黑了。纽币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有些复杂，就是云图总是还是有些麻烦。
我们中间有一些仓位建立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啊，比如说现在最早的仓建立的仓位，瑞日的啊，这是很久很久之前建立的，也是，不好，也不好，建立的比较早的仓位有这个纽币的仓位，就是我说的下边这单纽币的仓位，那建仓的时间是12月13日开始建仓，那这个行情在最初的时候，连续的走出一个上行的行情。其实我们这个交易说过蛮多的啊，说过蛮多次的。这个行情随着这个行情随着前期高点的破位开始逐渐上涨。那这是我们当初是想说，在建立头寸的时候，是以这纽币走大波段的这种方式去建立啊，纽币走这种大型波段的方式去建立的纽币的多头，在这里面跟大家去截一张图来讨论一下这张纽币的交易，就是我们在去分析行情，再去看这些交易单的时候，特别去注意我们交易当中的这些一致性的原则，特别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好多投资人呢，他在持仓的过程当中不能够有效持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交易当中他的一致性做得不太好，造成了他的这个一致这个行情做得不理想。那我们看到这是纽币的日线图，这是纽美的日线图。我们准备做的是纽美日线图的中长线啊，准备做的是中长线的交易，就像是我们在这个底单一样。其实上边的这个单，如果它有效的话，我们很可能在这个交易当中持续的去增加它的仓位。比如说，当这个行情去下破到某一个点位的时候，我们的纽币的空单会持续性的去把这个仓位补足。那最初我们在底单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是12月13日建立的这个单，大约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这是它当天的这个建仓的位置，破位前高，然后再破位到前边的高点的时候去建仓。那这种交易原则，我想一会儿我再举例，你还发觉这种一致性在交易当中的作用，就是我们在交易当中目前所看到的那个欧元对日币一样的，就是你的思维方式一样之后，你发现这个交易的模式也该变得跟我有一种一致性。那这个建仓的原因在这里。中线的破位底部成立就在这里破位底部成立是出现了一个破位的单。当然，在这个中间，我们还会看到，在这个底部建立的时候，中间还是有一些这个大型的阳线在其中，当然我们还会看到，在这个阳线在运行其中的时候，还会看到在这个行情当中有这些 N 型结构，对吗？这个 N 型结构上涨回调再上涨，N 型结构的第二波走出了真正的破位行情，真正的破位行情。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就是技术面上可以把它叫做 N 型结构。结构破位，N 型结构的破位。那中间这个单，我们说
当我们在底部去建立了这样的一致性啊，当我们在底部去建立这样一致性，真正等到行情开始往前走了，我们又该如何去使得这些一致性保持下去？刚刚说这个单是中长线破位确认底部成立，所以它在日线级别上去建立。这个行情在不断上涨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不断的去进行持仓去上移止损。那目前的止损值啊，我们看到这里的是目前多单止损值，这是目前的多单啊，目前的多单止损值点到这儿我出场，很可能如果到了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就是点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还会加码空单的这个头寸。那这样的思维方法，我们看到就是说，通过长距离的持仓。多单跟随止损，那这个多单我们看到中间就会有这样的这种思维的链接，多单跟随止损。那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高位也不断的进行减仓的动作，比如说我们在前期发现这个顶部的巨型塔线的时候。这个巨型的塔线的时候，那就是多单的减仓位置。那当我们在高位上进行顶部多单减仓的时候，当我们在建立这个多单高位减仓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建立的这个交易单，它的建仓是从底部建仓，离场是从顶部的，这样的时候就使得我们交易当中的这种一致性的原则变得特别清晰，就是建仓与减仓的这种一致性开始变得清晰。所以我们看到中间在这里也有这样的一个一致性，就他俩之间的一致性和他之间的一致性，就是我们会看到建仓与出场之间会有一致性，它都是用一个中长线的思维的方法去一致性的变化。那这是在交易当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有的投资人去做反了，反例不是范例啊！如果反例，反例的时候，那就会出现我们在这儿说的，不能投资不能盈利的理由是投资的理由买入，投机的理由卖出。我把它复制一下，不想打字了，复制一下。在这里我清楚的记得一位投资人在交易的当时在当时行情往上一走就盈利了这么两三百块钱吧，那事后回想起来，我们的这一单交易其实仓位也并不多，0.5手，跑了2200。我们最近几天看到很多投资人在趋势行情当中一共也就做了1手2手，但是交易的绩效达到有20-30万美金的这样的绩效，其实就是每一单交易都不多，但是由于行情在这个时候走出了一些大行情，所以产生了一些结构。所以我们再去思考这些行情波动和变化时，就看到它的动作然后我们看到在底端还有一个交易单，就是欧元对日币的这单，你们看到这也是合着大家一起做的，这单欧日是合着大家一起做的一单欧日。欧日的多单也是和大家一起做的，欧日的空单也是和大家一起做的单。那欧元对日币的这张单我们在之前有往下走。那昨天往下走，今天继续往下走，往下去逐渐的看。逐渐的去探索这个
底部的这个状况，逐渐去探索这个底部的状况。我个人觉得，长线上，中间这是周线，这周线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建立欧日的一个顶部区域，但是也有可能中间还是一个上涨。所以我觉得至少在日线图上，欧日可能能走几天啊，可能能走几天。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动作，我们上方的止损啊，把上方的止损，欧日上方止损就是这个2.01手的这个止损，1月22号的这个止损，把它的止损值的移动下来，移动到至少移动到损益两平的位置，我们把它移动到两根 K 线之前，让它在离场的时候就最差也要获利出300-400澳币来。有些同学说守在损益两平的位置也可以啊，守在这个高点也可以啊，去做一个跟随止损的动作。那当你去做出跟随止损的动作，你发现你设置的止损值大约和现在是100点，大约设置的值了是100点。那我觉得现在的价位是 1.3453，欧日有可能再次去往下走，去测试这个 1.30 的关卡价位，就是测试我们之前入场这单的位置，破位入场值，之前破位上去入场这单的位置。假设以一个大型阴线就是我们看到中间欧日中间有大型的阴线，那往下跑也有可能再走出一根大型的阴线，走出一个 N 型结构，跑到有可能欧日去走到大约132，甚至不排除走到131的这个位置，400-500点行情，欧日有可能走出这个400-500点行情，所以我们欧日的第二单进行了一些加码，欧日现在，欧日的单加码单有些许的亏损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内参当中也和大家去谈起的加码单有一些亏损，所以中间欧日的这两个单其实也是在体现着一致性，我把它画一个框。其实刚才我们同学看到了欧日由于这是它不是两单的，实际上是三单，是我首先做的四个，它实际上是三单的，有一单。有一个多单0.11手的这个老很早之前的底单，1月12号建立，有两单空单，所以这些在交易当中不断的加码的这些动作，欧日的一致性，这是我们看到的欧日的一致性，对应的下方就是这里。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欧日当中产生的这个一致性的行情。当然，我们刚才还做了一个动作，这个止损要移动，这个止损要移动的，所以这个。欧日的这个值要去做变化，这个值要做修正，这个值要做修正，我就不再一会儿单独再去说的。其实这些你在听我课程的时候，就是听我的这个讲解的时候，就会看到不断的这些一致性的。把这张图发给我的。好，这是它，这是我们今天说的一致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在交易内参当中和大家去看到的这些行情。交易内参当中我们看到，欧日的空单发动，加码单有浮动的亏损，包括现在加码单也还是有大概
100多的亏损，113的亏损，2270的盈利，就我觉得这个单还会持有仓位。那明天在欧日的这个方面上要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就是把止损去做一个动止损。另外在交易当中，我们认为欧镑在去交易的时候，持仓英镑的空单持仓穿越。那昨天我们说1.4080的位置上往下走，今天这个行情已经走出来。A50 开始中期调整，黄金逐渐开始高空的走势啊。总之这一周啊，特别是在周一周二周三的这几天，我觉得行情会以反复和盘整和修正这些是为主的啊，是以这样的行情为主的。之后的时候周四周五的时候会以美元那个数据行情做最终的定论。所以这是中间需要去变化。那我们看到美元目前仍然是比较弱，那澳币最强，欧元还是比较强。中间美元对日币也往下走的，美瑞也是，瑞郎可以说在这里边是最强的一个货币，美日也走的比较强。好，这是我们来看到的图形。欧元对美元四小时图双 K 反转之后啊，前边的大型反转加上这个反转的状况了，发觉目前来看，欧元现在跌到了 1.24 之下，下跌到 1.2 大型阴线，上涨的盘整下跌开始加速。那现在关键的位置就是这根大阴线的底端是否能够撑得住，大阴线的底端运行到底端的下方，小时图上有这吞没的现象。日内仅剩的短空欧元，只有欧日空单，就是欧日要比欧元可能要更好一些。那欧日的单要比欧元的单要更好一些。来看一下实际的行情的走势。这是欧元的图形啊，目前报价是1.2383啊，我个人觉得，这些交易的，这个，行情相对来说可能会在这几天里边出现一些盘整摆荡类的这个走势。那这种盘整摆荡类的走势，看一看它会怎么动。看一看它怎么动，所以来看一下交易系统当中，交易系统当中，我们发觉现在的指标呈现出一种特别密集的汇聚，特别密集的去汇聚在，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个位置，特别密集的汇聚在这个位置上，周出周线、周成本线形成的这个影响还在，交易当中，所以就是观测这些地方怎么走了。我觉得，重启升势有可能啊，下破有可能。其实关键的力量还不在于它的技术面的走势，关键的力量在于就是最近几天的这些言论啊。特朗普的言论啊，还有与美国就业相关的这些数据，还有这个他的利率决议啊等等这些数据，走大阴线之后啊，数据比较快的回落，汇价值1.43上方已经回撤200多点到1.41的下方，那我觉得这个行情还是整体还是往下走。那英镑从1.2到1.42000点的涨幅之后，英镑仍有可能对英国脱欧的任何不确定性产生负面的波动。英国首相 Theresa May 无法推进脱欧事项，
就根本缺件等等，这些行情都是使得英镑是在中间，是比较相对是比较空的啊。昨天我们说到了一个关键的点位是1.4080，现在这个位置啊破下来，破到1.4之上，所以还是相对偏空的去看待。相对偏空的去看待英镑，看看它具体会怎么走。我们也有一些英镑的空单，在顶部建立之后有英镑的空单，在运行当中，破大阴线底端建立的空单，所以这是那今天短时间上英镑最低跑到了1.3981的位置，那现在在这儿震荡，行情走的不是特别的清楚，那日线图上还是往下的，所以我觉得棒的不太乐观，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偏空的一个走势棒。棒的走势。相对偏空的一个走势，看看它后续怎么走。那最近两天的交易，我觉得可以使用一些短线的交易方法，逢高去空它，去用一些短线的交易方法去做一些高空的动作。指标也显示一个纯黑色的指标，也是显示它中间整体的这个交易的方向感还是往下走这个方向。所以这是棒。那中间再看一个。走的比较空的货币纽币啊。纽币在今天的时候走出了一个下跌行情，走到就是欧洲盘开盘是砰砰砰砰往下走。那一段时间之后了开始就是这里。现在纽币有大约180到190澳币的一个亏损，浮动亏损。但是趋势我觉得还是延续的，这个趋势是明确的。今天的行情也特别棒从这是飞龙在天的图往下一走拉回再往下走。单纯的一个往下走的一个单纯的把它往下走的一个格局，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会找机会去建立纽币的这种空单的头寸。来看一下内参当中对澳币的说明。本轮澳币600点的涨幅已接近天花板，上方是我们一直以来期待的昼月级别的重要阻力位，前期的高点在2015年的5月，尽管表现强势，我觉得这个关卡价位能够冲上这个关卡价位的几乎唯一的原因，或者说唯二的原因吧，当然是澳币加息，或者说美元更弱的走势带领它去冲上去。美联储加息的这个讯息。在最近的几次加息当中议息当中都不太会带来美元的一些特别大的一些走势，反倒是容易出现一旦加息美元就走弱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商品货币暂时也回有走出一些回落，铁矿石的价格下跌通胀数据温和是未来利空澳币的因素，前高若最终无法突破会拐点的预期。白点很快就到了，从81往80走。那投资人可以去关注澳币的交叉盘的对价，找比美元更强势的对手货币，去跟他去做他的，做他的这个什么？中间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如果美元进一步的反弹，这就是明星货币。纽币现在已经是明星货币了。纽币已经是明星货币，就是在期待澳币如果也是明星的话就比较好。最近我也了解到一些澳洲的这些投资人也是
比较受到澳币上涨的这个困惑的。澳币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上，澳币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上走得非常强，使得这些在澳洲想买房、想去交学费的这些投资人，最近它的压力也是比较大。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在澳洲的学费也是相当的贵。今天我也了解到，一门课程的学费有大约5000好几百澳币，一门课程。回想起10好多年前我们在澳洲去读书的时候，这些价格了都是在2000左右的这些价格。千澳币的价格，而且当时，澳币对人民币的这种兑换也是在，大约是在4块多左右，就是澳币换人民币的只是4块多左右就换，现在要换5块多。那这样的话，随着澳币的增值、人民币的贬值，以及学费的上涨，综合考虑的话，原来一门课程2000澳币兑换的汇率是4，那就是乘起来是8000人民币。现在是5500澳币，兑换的汇率是5，那它的这个值了就变成25000人民币一门课，比原来多了整整的3倍，所以中间的压力也是蛮大。买房也是这样，澳币在今年上涨了一大截，买房的压力，买房的话会增加，就是如果你用人民币买房的话，会多出个10%出来，这是我们看到的。澳币的状况和现在进出口的贸易的这种关联，会对澳洲的这些出口商会产生影响。我想大家也能够明白，比如说，如果我们在中国，比如说就以扣税点为例，在中国的收取的这种学费是确定，比如说一门课程，1万人民币，那1万人民币如果在澳币是4的时候，它就会兑换出2500澳币。如果澳币增长到5，那就只能兑换出2000澳币。虽然以人民币计价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是一致的，但是以澳币计价的产品会显示出它的价格的下跌。或者说同样的澳币价格就会在中国卖更多的钱，使得它的销售会受到缩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货币价格的上涨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出口，但是会对进口有利。就澳币价格上涨会对进口有利，比如说澳币涨了，如果我去中国采购产品或者中国消费的话，那就比较容易，2000澳币就能换10000人民币，就是这样的一个换法。所以中间澳币面临着一个关口价位，我想各位同学，如果是大家是一直在听我们这门课程的这个同学，一定会注意到这一点。局部上美元反弹的也比较快啊，最近美元反弹的也比较快，美元不就是这些非美货币反弹的也比较快。那各位同学来去看一下，随后来去关注一下日币没怎么动，牛币在往上走，从陆陆续续从76走到了18走了40多点，走了40多点。美加呢美加走出了一个阴线在往下走，美加在往下走，所以目前的状况从目前的状况看来，美元又走出了继续它的弱势的这个动作。美元继续它的这个弱势的走势，看看它，这是欧洲盘的动向，一会儿看一下美洲盘的运行的状况。欧日在反弹，欧镑继续挺升。昨天有同学说，交易欧镑的多单也确实是不错的一个单，破位以后，欧镑的单了一直在往上走，现在欧镑走了最高34点，走了27、8个点。欧镑、欧澳在触及几周低点之后也开始
反弹行情。所以今天晚间就以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以我目前来看到，就是整体的行情趋势是明确的，这些行情开始走出了一些反弹的行情，黄金也是在目前触底反弹，这些位置上，我觉得如果单纯就技术面上做中长线交易的是，可以去加进了一些黄金的多单的，就这个图形，如果你之前有过黄金的单，在中间这些位置上是可以做一些短线的多单黄金进去。底部双 K 反转可能会今天晚上去走一些距离，但是整体上这波下行，按照交易系统来说，它可能会往上走大概十就是这么10块钱左右去测试前边的像这些位置，去测试这些周主轴线、周成本线的这些位置，最终形成空单，所以就看你中间去不去抓这十来点的行情，美元现在走相对走的。走的弱一些，看看，这是目前的这些走势，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币美元对日币周初的反弹有限，大阴线的内部4小时开始重新开始往下跌，又去下探低点，尚未补缺，但是空的思路。仍然保持，我觉得每日的，就是趋势上是往下就做空的，108.688，但是位置上已经接近到前期的关卡底部价位，所以这些位置上，不太愿意在这些位置上再去空单去空下去，所以去关注一下它下方的107.37的，107.37，总之这个行情不太是技术面主导的，就是这几天的行情，它不是技术面主导的这个行情，都是在等待消息。美元对日币，但是谈也好，不谈也好，都是，在中间走出盘整行情是最多可能的。今天星期二，明天星期三，星期四，星期四早晨的。议息决议，星期五晚间的，这个非农的数据，所以这些都是本周的一些重要的数据。今天欧洲区的 GDP 数据，随后的时候会播报欧洲区的 GDP 数据。然后。修正值，德国的 CPI 数据的修正值。等一下，一会儿看一下这些数据公布的，等一下看一下这个公布的状况。我觉得，就目前来看，美元走的还是相对比较弱的，就是在欧洲盘的这个阶段上的时候，美元走的是相对比较弱的，出现了一些反弹的行情。那进到明天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它的一些讲话，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明天最重要的数字还是澳币的这些数字。我们来简单看一下澳洲的 CPI 数据，相对还是比较强的，0.6到0.7，1.8到2.0，CPI 年率达到2.0是个蛮重要的标志。达到2.0，会表征着这个国家的 CPI 数据逐渐正常化。CPI 的最好的值应该是在2到3之间，2到3之间是这个 CPI 数据的最好值。当然这个数据就是一般来说 CPI 这个数据可能会引发澳币的波动。这种波动，我们假设去勾勒走势蓝图的话，今天明天。行情，今天晚间的美洲盘往下走，明天的时候这个行情再冲到8亿的时候，这是我觉得可能的一种走势。交易讯号提醒欧元对加币出现了一些空的讯号，我们来这边看一下欧加，
的图形。可以的啊，这个图形可以的，大型印线内部，欧元对加币的。15分钟图上是已经看到反转，长线上还没有看到，空一些下去。现在的位置是2798，止损是守前高的话，守昨日高点的话大概65点，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或者你使用固定止损，把这个单分成两步下单也可以，就是这个单我们叫两单下或者三单下也可以，你可以下第一单，然后再下一个第二单，也都是可以。中间如果按照标准的交易系统来做的话，如果按照标准的交易系统的话，我们说，走飞龙在天去做的话，顺势的时候会守到四格，就是标准状态四格，那理想状态可以做到6格的行情。那假设不太明白这个单的运行状况，可以守到它的底部也可以，或者你用一些跟随止损的方法啊，什么什么的方法呢，来去做这个行情，这是往下走啊，一些走到它的前低，大约有60-70点的这个空间可以，大约有60-70点的空间，这样的一个交易行情，看一下它怎么走，中间。这个图上的这些讯息，如果各位同学你们去做的话，我觉得欧加。这大概是个大阴线的位置，这大概是我们看到一个大型阴线的，一个大型阴线的一个中间的段落上。缓慢上行，当然。第一个位置就是大阴线底端啊，前期的支撑阻力位的位置。第二位置就是继续往下走，看看它会走到哪里。所以这个图形还是可以，欧元对加币的这个单。黄金现在在走反弹，所以我觉得黄金也如果有短线交易的，如果有短线交易的，可以去摆一些黄金的这个多单上。稍微摆一些黄金的多单上面去，来平衡，中间，去平衡黄金的这个短线它的这个上涨的这种压力。现在局部上美元走得非常弱啊，英镑走出了比较大的反弹行情啊，甚至回归到原点这个位置上，那中间，中间这个图形就局部上现在美元又开始走弱了啊，
当然一磅本身运行的速度就比较快，欧元就运行的速度比较慢，这个瑞郎啊这些的速度就相对是比较慢的，所以中间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图形。欧元区的景气指数会在10分钟之后公布它的景气指数，所以中间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这张图形当中这些景气指数啊，包括它的GDP 的预期值还是不错的，这个预期值还是不错的，就是有一些涨幅，所以看到现在的数据走得比较急，给我们同学留一段时间来提问题。扫描二维码可以和我们学院取得联系啊，所以，有问题同学也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和我提问。我们来看一下，群中有同学提问的。有投资问到欧澳可不可以去空？欧澳如果以最后一根阴线，就是4小时中最后一根阴线，它涨上去又收回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空一些可以，就是空一些可以。它最好的位置就是在之前顶部上，就上周的高点的位置上有一些空单，可能效果更好。那现在的空单可以说是做一个补或者说如果是建立第一个空单的话，可以稍轻一些建立，为之后它破位去留出一个仓位出来，我觉得是可以去稍空一些，但是它的空单呢属于日内的这个空单。欧澳这个属于日内的空单，第一波冲上来往下走，再冲再往下。棒走得非常急啊，中间英镑走的这个行情走得非常急啊，连续走出一根15分钟不让一根特别快速的阳线，走了30多点，70。我们来看一下，现货黄金短时间上也往上走了一截，忽然美元走得很弱。那稍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情。冲高回落的黄金，欧元对澳币，刚才有同学问到欧澳的这个图形，那欧澳欧加交易系统当中也指示出了一些交易做空的交易的机会，
是可以。OR 这个图形是可以，就是图形上来说，这个位置上啊，经历了一些反转之后，往下空也是合适的。短线交易没有问题。好，我们观测一下数据啊，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啊，有欧洲区的数据啊，这个数据公布的时候啊，认为这个数据呢是比较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会如何的。进行，那么它变成单纯的 K 线图啊，15分钟的 K 线图，这是欧元。1.24啊，今天最低的时候跑到了1.2330，现在跑上来了70多点。来看一下它这个数据，那么稍等几分钟啊，有问题同学还可以在这边提问。短线上棒也走得比较急，往上跑了30多点。现货黄金也往上走了一些。加二，3分钟时间，啊，棒还是跑得比较急的。5分钟图上啊，连续走出这种阳线20点啊，然后跑了70多点，棒在这一块时间跑了70多点的这种行情。数据最主要的来自，我觉得还是来自于欧元的这个行情，就是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时候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数要去公布的数据有这样几个。晚间的卡尼讲话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那18点就是北京时间6点钟啊，就2-3分钟之后有这个 GDP 的数据。所以，我们如果再去做的时候啊，再去看这个图形的时候，这是欧元啊，大家也可以仔细的去观测一下这个图形的这个走势啊，还有经常在数据行情的运行的过程中啊，其实也就是这样的，你去多观测几次啊，行情在这些啊极限值上面运行的，或者说行情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去走的时候。这种状况是对大家的交易是非常有帮助的啊！以我的电脑时间为例，它现在的时间是，59分33秒啊，59分33秒的时间，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还有10秒。现在又从1.24的这个千点关卡价位缩回来了一些，啊，有些人在躲避这个行情。这些值相对来说，GDP 的数字2.7维持不变，
景气指数稍微逊色一些预期，后面的波幅并不大，走的也相对比较。因为其实市场在去解读这些数据对它的影响，消费信心指数前值预期也都是1.3啊，变化都不是特别大。这个行情整体上，欧元的这次数据，相对来说影响并不特别大，影响并不特别大，也有可能是在数据之前它就走出了一个大约50点的一个涨幅，已经走过去了，这是我们看到的行情，随后可能会再会运行上一两个小时走出一些行情。我觉得这个行情在每周盘的时候可能会被反转，就是这种走势不太会完全的去以这样的格局告终，因为我们看到每天晚间的时候，就是走到这个快到晚间的时候，固定会有一波反转行情，就是这是欧美走势，就是欧洲区和美洲区走势的不同，所以晚间的时候再看看它的图形运行的状况。李老师会和大家继续去探讨这个交易。好，那我们今天的欧洲盘的解盘就到这里，祝各位同学们交易顺利一个小时之后，李老师会带领大家继续去看美洲盘的实战行情的走势。好，那我们今天的交易的讲解就到这里，祝各位同学交易顺利，谢谢大家。